学务处报告，学务处报告，今天要上美术课，请全体同学现在立刻到教室上课。木子，又来个礼拜了，还在弄美术课。好的，欢迎各位小朋友。你能毕业吗？上周进行了体的部分，那目前仅有一位优等生阿乐拿到优的成绩。阿乐，这边有三位同学成绩也非常突出哦。小赖、卜鑫跟宏轩拿到丁的成绩。想要请问三位小朋友，今天有信心可以在其他科目中拿到好成绩吗？没有。我们尽力好不好？我们尽力，尽力而为，耗尽力啊！还在上个世纪是？你能毕业吗？小学部今年要测验德智体群美美跟群的部分，首先要进行美术的项目的测验。每位学生的起始成绩将从丙开始，透过两项测验，有可能提升或是降低你们的等次，所以要请各位同学好好把握升等的机会。那么马上就要进行第一项美术测验，画龙点睛。好了，这一关画龙点睛这个测验是团体战，十位同学分成两队进行测验，每题各队要派出四名同学担任画画组，一名担任猜题者。画画组根据抽到的题目，从第一位开始依序作画，每个人只有十秒的作画时间。画作完成后，猜题者猜中正确答案即可得分。游戏结束后，分数较高的一组获胜，全体可以上升一个等级。那现在同学们都已经按照你们的分班站好了吗？对，自由班跟放牛班，请派出一个人来猜拳，决定先攻后攻。猜拳，不是猜拳，是猜拳。三个，刚刚又停出布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又停剪刀布。来，请决定。我们剪刀石头布。好的，那就先请自由班来进行游戏。先请资优班来挑战哦，那他们棒次已经排好了。那这一题要猜的是吴宇轩同学，好，前面四棒就是这四位同学。注意，待会每人十秒，而且不能写到任何数字或文字哦，好吧？那我们先请后面四位转过去。那你是第一棒吗？严又廷。对，好，你选一个题目。好紧张，张哎，好，你选好题。我来帮你们暗示一下难度如何。好，这个吗？看你们尖叫声。好，他们抽到的题目是，哇，超难，超难，很难，很难，幸好我们是红哎，这怎么超难啊？怎么超难吗？来，你，但是我觉得不说，幸好我们是后面。你思考一下啊，好，可以开始喽。计时，好的，懂了，开始。为什么推土机？不能推，土机很紧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是插画。因为听说要停非常的麻烦。插画，对。停！靠翻靠翻。他是插画。好，下一位。题目没有，你先看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倒数十秒。可是他画很好了耶，他画很好吗？好呀。八、七，他们的颜色。我跟你讲，我爷是画家，是土星画家，画龙点睛。二、一，好看，豆豆。OK。没画什么，你有在画吗，小姐？有在画吗？他刚刚跟你讲，他说我爷是画家，是。他画成什么的话，我们会影响他的画作，因为他画的太好。因为我刚一看我就知道是这个了。黑底啦。黑呀。黑底，主要是黑底的意思。黑底是好啊，下位同学。真的啦。要比。很强啦。啊，哎，我觉得他画的很好。好，你看。那你先看题目，看五秒你就可以开始作画了。来，题目是这个。五。就是这样子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画。这个画很好。哇，很牛，这个好猜，真的不需要加什么哎。这个，哎，他也在装忙。很好啊，好忙哎。绿绿的，他两根草啊。真的画吗？你想画？可以吗？
外可以，也不错。不会的。好，题目是这个，请先观赏一下。会。五、四。阿乐加多一些哦。阿乐一定要加哦。好，十秒倒数，好不好？加点。不要太不要影响他了啦，不要影响。秒啊！阴影。啊，大家不要太想，看人要题的颜色。OK， 一个签名啦，很好，觉得 OK 的，我第一份好强哦。那我们就请猜题者巫宇轩要来猜题喽，可以转了吗？哎，你们不可以讲哦，没有，来闭嘴，大家表情闭嘴，讲话扣五分，对，好，巫宇轩，请你转过来。啊？谁知道是什么？如坐针毡。确定？确定。答案是如坐针毡。难呢，没有。然后我以为画上去大家可能会猜不到，因为十秒真的太短了，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，成语一看就知道。他指引你们出怎样子哟，我的天呀！压力好大，好厉害，轻松了啦。OK， 恭喜只有我们的一分，分手交换。好的，现在呢，到我们放牛班。那我们的话题的顺序就是普星、孙生。洪轩跟我，那猜你的就是伟静，那豆豆呢是这一关的小老师，翻牌小姐，好，豆豆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是我们要画重点哦，好啊，好压力，转过去哦，请转身，我们要冲到魔王，普星你自己来选题目，这张，这张，看他表情，好，来准备哦，豆豆姐，三、二、一。五、四、三，这是第一棒，真的好重要。摇摆第一的，请开。这很简单呢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如果圈起来的，五、五、五，怎么没重要的？三。如果你也看不懂，就大概。一。哎，也太不重要了吧？太不重要了。加油！加油！重要哎，真的五四，好像还少了一些，少一些，怎么啊？一开始少一些，洪轩最好补一下。我手啊，我都花了，不要，不要！洪轩跟我脑袋。越来越像好朋友。有这个很关键哎。红圈堵的很关键，加油！四、三、二，看五秒，看我想一下，一定要补，一定要补啊！九、八，他补的风，他不知道怎么补。十，干嘛？四、三、二，没什么好补的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我加看的，我加看的，我加看的。您把伟静当笨蛋，讲话哦。好，黄伟静，请转身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自言自语吗？伟静，你可以靠近看呢。啊，你可以开门，左边、右边、后面一座山。左不是左边，是开门。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词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。伟静，我的答案是芝麻什么？芝麻开门。确定哦？芝麻开门啊！你的答案是芝麻开门。你讲完了，讲完了。他都说门打开，开个三。你先开门。你先开门。
很宏观的景象，这样。太棒太棒了！还没讲出来，好险呢！我换一个麦克风会跟上开门。不是，哎，你们就不是麦克风，不要马后炮。我不确定，这可以涂绿色的呀。对啊，那个山呢？涂绿反而他就是在想左右。没有，他是想开门，他刚好就是开门啊。对啊，我在开门。这是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我的错，是开门的山没错，真的开门啊！你要画山，没有山，这不叫山吗？不行，你要再加强，他看不懂。完了啦，山要怎么加强？就我去想。谢谢你，才才第一题而已，还有机会。那这次的地棒仍然是严佑廷，那猜题者是 LB， 没错没错。来，其他四位转过去，我们这次画的时间只有六秒哦，要注意哦，太短了吧？来，请选题。嗨，这个吧，你们的题目是，哎呦 ，OK， 哎呦，六秒而已哦，难度有难度有难度。你过去我就开始倒数了，你下笔。当然，耀廷应该也是画得出来，应该可以啦。好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严格。也是。怎么办？他这样怎么办？扣一秒。好，下一个是五秒。下一个只能画五秒。好，可以转了。好，你们的题目是阿玉。你们都是阿玉，没什么有帮助吗？啊，怎么写的？还好。来，好 ，Let's go， 你只有五秒。哇，五秒太紧了。对啊。3、2、1，停。再扣一秒。好严。好，阿赞同学，你不用混。好，哇，这个好难啊。你们的题目是，这猜到真的太屌了，这要想象。这猜到，我请你吃海底捞。还有你猜到七十几个，请全队还请一个，一个，请一位，不行，要选全部。好远。3、2、1，好，太棒。换我了吗？哎呦，豆豆同学，再看一下，然后你们的题目是这个。完了。哇，干嘛安静啊？等一下，我整个已经乱掉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这叫一顿混乱，一顿混乱，厉害！你下笔就到处了。下班忙啊？哎，我怎么看？鬼斧神工，哎，我怎么看？一顿混乱，谁用那么紧？机器很好哎，来，一顿混乱，别认真在工作。6、5、4、3、2，哦。同学，好，请猜，有猪跟兔子，然后有球，啊，守株待兔吗？确定吗？因为它这边还有一颗球珠珠啊，有画一只猪，应该是怕我看不出来那个是猪，所以又画一只猪，守株待兔。答案是守株待兔。球是什么意思啊？珠啊，珠啊，珍珠啊，珍珠啊，珍珠啊，请一个而已，珍珠。好，恭喜子悠吧，双手交换，准备，没有。好的，第二关呢，我们的话题顺序是孙生、洪轩、普欣和伟晶，那我负责猜题 ，OK， 强宝，那我们就加油，请转身，好，孙生。压力很大，女生太强啊！你们这段话的很，请选择，请选择，当然，按照简单。OK， 你们的题目是，哦，天哪，这样恐怖，太恐怖了，完蛋了，这样好啊！你要画，这题真的要画，你会有，你会有，你会有，我会呀，但是他们画不出来，请给我画重点，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厉害！太厉害，太厉害！
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给我50块，他是艺术家，他是艺术家。等一下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完蛋，完蛋。蓝色，蓝色好。来啊，没有的题目是。罗斯凯，眼睛。啊喂。5、4、3，好可怕。1，开始。那好可怕。我也都很怕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完完完。啊，完了，完了。啊，完了，题目是。不要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画完。我妈妈讲了，你画一个定金干嘛？然后一句，来。是蓝色，看，我是黑色哦。你看这，我是黑色。你是黑色，我是黑色。这个鹿嘛，鹿，这是鹿吗？鹿角。自己想，自己想。黑色，色鹿，色色色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黄伟计划。那这个是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普星画的，普星画的。你说那是什么？能说吗？哎，我有帮到忙了。有没有？是，然后上面一个球。你们放牛班画的好奇怪。你在编舞吗？你在编舞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耶。然后这个太可爱。这个绿色地基。来不及。你不要混淆。绿色地基。鹿，是不是有鹿那个词？我只想一个词，但我连不起来。我们要退学了，怎么办？你说看看，退学，大退学，大退学，我的，真难开，真难开门是不是？龟兔赛，天哪，好难啊！好了，我就是直觉，我用你的延伸，错就算了。好，指鹿为马。答案是真的。指鹿，指鹿，然后马变成，因为我马，我一直鹿嘛，我来不及画马，因为马你刚告诉我太快了，我要脑袋，我想不出别的指鹿啊，我马，观众朋友脑袋装傻，这一个什么？手指，让我画反了，这样子，这是手指，手指在马，我想说在哪？说不出来，搬不起，我刚刚想完蛋了，我马好烂。手交换，恭喜恭喜！好的，又换到我们自由班的喽。那我们画画的顺序是以轩、Albi、豆豆跟颜又婷，猜题的是阿乐。哦耶！好，那以轩现在选你要的题目是？我想要这张。这张吗？好，打开。今天只有画5秒哦。好，看题5秒钟。哎呀，简单啦，太简单了，简单了，一，请画，对，5、4，快，3，这数太快，5秒，很快，5秒真的很快，太快了，这数太快。Albi，请转身，5、4、3，你可以直接画，就开始算，已经开始算了吗？没有，现在开始，你画动笔，动笔开始算，4、3、2、1，哎，摸人家。你们的主持人要笑严重，请转身，先看题目。看一下，好严谨啊，好严谨的主持人。好严谨，请告，请开始。比李严谨还严谨。5、4。
真的。请转身看一下，躺赢哦，看一下，又停，好，你过来就开始闪救是不是？好，来，5、4、3，可以了，2、1，转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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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怎么会变里脊变这样啊？兔虎，这是兔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什么蓝？没有，我是没有。你看大笔出颜色。来来来来，谁被剥掉了？没有，每个人都被剥掉。我来看看谁被剥掉。哎呀，虎虎豆，兔虎虎跟兔吗？我是虎没有没有。哇，我是没有兔虎狗没有做什么事没有。虎哎，不能讲话。虎什么兔什么虎啊？完了，现在没有哦，完了。哎，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等等。狐假虎威，虎兔虎虎啸龙吟，兔死狗烹，兔。你的成语词很多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虎啊！八，不准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两位看这边。对，不能说你。真的果然是智慧女神，答案是什么？舞龙舞仙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大家，龙龙没有出来，我画龙，等一下，我要讲一下，我画的是狮子，我有它的鬃毛，然后我帮它，哎呦，你上面写了一个舞龙，太好了。脚没画好，我那个是龙角，你是想画鳞片对不对？龙角，我画成兔耳了。对，我要把它剥开，把它放好。龙啊，龙啊，你画龙啊，龙啊，小孩小孩，你画好。不行不行，他才过了。龙啊，龙，只有谁一定要玩到对为止。好了，够了。节目好，现在就是换我们这个放牛班来挑战最后一题，然后是孙孙来猜题目。OK， 第一棒普星，第二棒洪轩，第三棒小赖，第四棒伟晶。那我们就四位转过去，请普星抽题目喽。好害怕，孙孙。这个好，好期待。来，你们的题目是，噔，哇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孙孙有这个词汇吗？绝对有，对，有，真的有。相信我，真的有。小朋友都有了。那种怕别人的孩子啊！哇哇！好，洪轩来，你们的题目。完蛋完蛋！这个5、4、3，这是很简单。对对，一开始。哦，我要按手。5、4，完了。3、2、1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小赖，请转身，交给你们了。你可以想一下，五，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想看懂，
好。好，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觉得完蛋了。请转身，请转身，来开始。超难的，超难的，完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笔触啊，你什么颜色啊？笔拿出来，黑色啊，大家的笔，黑色什么风啊？黑色是风啊？小浪，你说你要画重点是？左右是左右。小浪，什么都左右。吹，吹什么、啊？天哪，那杂草怎么？杂草怎么？吹风，风吹，大风吹，这是风没错啊，风。下面有一只奇怪的生物啊，细节细节。下面有小细节，我是红色，有小细节，我是红，有小细节。嗯，想一下，鸦，鸦雀无声。鸦，鸦片战争，这是生物，这是生物，那蓝色什么系啊？那水沟盖什么啊？哎，这太难猜了吧？春风吹又生，哎呦，杂草草，草虫。草丛左右，左右开吹，左右开吹，不要再打了，你都说你刚才吹草了，你刚才是吹草啊，这个吹，这个什么草啊？风在吹草，他左右开吹，开吹，你刚才吹草，你刚才也没吹，你们那么白吹啊？不说吹草都讲到了，你们两个没有，难怪我们是同一班的。左右，左右一下我们，左右一下我们，左右左右，解读左右到，那就是对啊，风吹草在动。那那个小东西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压啦，口水，口水，口水。气，我刚说这个气气，我这个气气气气气，我看你画我这个气气，我就算没画这个你也猜不到，好不好？左右开吹跟哪有什么关系？左右开吹。自由班的同学拿下这一关的胜利，来请自由班小朋友来前面领取你们的升等勋章。风在吹，草在动，左右开吹，至少刚刚有两样，还在录。好的，恭喜自由班，马上要进行下一关，巧手造飞机。好的，这一关巧手造飞机这个测验为个人战，每个人依序挑选一种材质的纸，总共有三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同学折出一台纸飞机。那接着所有人依序从起点将纸飞机射出，并根据纸飞机落地的距离进行远近排名。第二名可以升等两个单位，第三四五名可以升等一个单位，六七八名的成绩等级不变，最后两名将会降一个单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你们的排序哦，请抽出你们的顺序号码牌。抽，你要抽什么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运气啊，那就这样过去咯。那抽牛班先抽，牛班先抽。三号，来抢过去。你知道三号是什么吗？啊，三，开始。三号是什么？三号什么？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兴奋？我就第三个选啊。那照理来说就是一楼，是好的吗？很好，第二个抽，你可以选，你可以选，对啊，七号，我是毕业了，拜拜，同学，别能抽到第一个当真。选手是那个后纸板的，对后纸板，哪里有后纸板？哪里啊？九号，
来最后一个，他就四吧。四号 ，OK， 顺序定好了，可以。好的，那就现在请小朋友依序来选择你要的纸张座位。同学请选择，选了就不能换了。直接选好了，好了。啊，我都没拿耶。那是哪一个啊？哪一个比较好赖？秘密。都看你个人站啊。我刚不要选的就不要选，其他都可以。不要选的就不要选。我就不要选的就不要选。我刚刚说哪些不要選？我说那我说，那我选这个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这是什么颜色吗？色纸。三号，等下我看一下这个。No. 其实我有一点想要这个。作文纸。作文纸，薄的哦，薄纸。啊，不要了。薄的。啊。不一样吗？等一下，好难哦。作文纸。太薄了。这个。哦，测验纸。小赖吓到。作文纸很棒哎，那你就去啊，我要作文纸。OK， 我要作文纸。四号。哦。啊，我都没得选。飞机了，然后待会我们是两个两个一起来比拼哦。好的，一二号比拼，三四号比拼，以此类推。那就先请一二是谁？一号，孙先生跟洪轩，我跟轩想出自己的机名。对，我们要帮自己的飞机取名字。对，小黄冲冲冲号，黄冲冲冲号，黄冲冲。好，那你来吧，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波音六九六了。好长哦。笑死我的名字。好，恭喜露易！大家脚要对，脚在红色后哦。这里吗？好，你们自己 Q 哦，你们自己的 tempo 自己 Q。不可能要助跑吧？你肯定要助跑。没有了，我这个是还是需要帮你们数。好，你数好。好，你数。一个步伐。OK， 三二一 ，Let's go！ 哇！超远的，超远的，波音六九六死掉了，坠机啊！三号、四号、四号、三号，我没想到名字。OK， 好，那四号的名字是，我是神风外送号。好，韦静的名字是，我是闪电鸟。闪电鸟，对，生力不死鸟，准备了，等一下，好，那相比飞机的名字是比嘎比嘎陪笑一号。哦，陪笑，很棒很棒，陪笑一号。我的叫做麻雀变凤凰。哇，准备了，三二一，耶！我叫小鞠向前冲，小鞠向前冲。那豆豆同学的呢？粉红奶泡飞高高。很惨。你还输？不是，因为叫粉红奶泡都会输啊。没
很屌，很屌，你那是技术挑战赛。好，来最后一组同学，吴以轩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想，我想，我想，我笑死。来，那同学，你的飞机叫什么名字？垃圾。垃圾。垃圾号。垃圾。垃圾。飞机是。垃圾。我是龙年，我叫飞龙在天。Oh my god！ 准备好一轮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！飞龙在天，够够够！飞龙在天，飞龙在天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要拿什么？我没有，你们都没看到。厉害！然后呢？我刚才看垃圾。最厉害！你刚刚根本在丢垃圾，你刚刚在看最厉害，对啊，他倒车啊，垃圾在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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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要进行成绩结算哦。好的，各位小朋友，现在要来公布巧手造飞机的各位的成绩哦。我们这一关第一二名可以升两个单位，第三四五名升一个单位，六七八名成绩的等级不变，最后两名要降一个单位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公布前两名，就是伟晶跟洪轩。耶！请各位领取你们的升等勋章，你们可以从丙变成甲。再请幼婷小朋友，领取你的勋章，你可以从乙升到甲。再是普星跟森森，可以从丙级升级到乙。Yes， 感谢感谢，注意啊！接下来三位成绩不变，分别是小赖、阿乐跟豆豆。好险！那最后两名要降级的小朋友就是 LB 跟吴以轩。Oh no！ 我爸爸知道会生气的。变饼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各位美这个项目的最终成绩。好的，那请同学们再接再厉，接下来就要进行群的测验，马上进行群域挑战赛。耶！好的，群域挑战赛这次要考验大家是不是可以同心协力的完成挑战。所以现在全员的起始成绩皆为优等，那全体一起进行不同的团队挑战赛，但只要挑战失败一次，就要选择一位同学来下降一个等级，才可以再继续进行挑战。那直到全员合力挑战成功，就可以保留各位同学那个时候的成绩哦。好的。所以我们这一关要先进行的是 TT 好健康。TT 好健康。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踢毽子。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踢毽子，然后你们十个人踢完要累积总共三十下才可以过关。他很会踢。可是这个鞋子完蛋了，我的鞋子太帅了。好的，我们还不能够练习，你们现在先排你们要决定的棒次，左到右。三十下有什么好讨论的？不是没他就加起来，对吧？就把累积嘛。谁很会踢？他蛮会踢的。我应该可以踢。男生我应该可以踢，我应该可以。很会踢，要在前面。六下，六下。那没差。那你们先踢啊。可以先踢。男生先踢。男生先踢啊。好，男生先踢啊。什么意思？好啊，好啊。没压力。这么开门。好啊，男生先踢啊。男生那这个位置就没差。不然男生先踢，然后换一个也很会踢的放在最后一个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给他补几下，他补压力。那你最后？好，我最后。好，那我们换位置啊。好，那我第二。坐着嘛。好，那我第一吧，没差。好啊，那男生要多踢几下吧。哇，这样吗？好，我们如果一个人有踢到五下，应该就稳了。五四二十。哇哩嘞，加起来总共三十下就好了。来，现在请第一棒出列。真的，真的，这很看鞋子的啦。你鞋子还 OK 啊？十下好恐怖啊！鞋子跳得好，还可以吧？因为我那凹凸不平。十下哦。OK， 会不会太远啦？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开动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近一点哦。要先放着吗？还是不要？不要，跳下来。空中嘛，空中啊。开始哦，三二 go。我们应该平均三下就过了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对，好厉害！我这么久没踢了，两下，不能彩排怎么办？要多
我要多大？你偷偷吃十张就偷我吧。你踢我，我很紧张。没关系，就偷我吧。四下，四下，好，四下，四下，来哦。红轩篮球啊，来，老鼠屎。 怎么办？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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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